我们雨饭型俗称雨饭型，我们都是饭搭子。对，我们剧组很欢乐，大家关系都特别好，每天就是嘻嘻哈哈的现场，很轻松愉悦的一个氛围。没有人就是特意的去我今天组织大家剧组，这是不谋而合的一件事情。我平时参与的就是牛羊肉，因为我从小吃牛羊肉长大的，比较喜欢这个肉类啊。所以你们，比如说像其他人的，大家就是吃饭的时候会聊戏吗？都会啊，什么都会聊。其实所有的前辈都是我的目标，我向各个前辈都有学习的地方，见到的每个前辈都还是挺乐意去教我。就这种感觉，对对对对对，怪物就是搞。